美文朗读窍门，作者连世生，朗读陈垂良。读书是毕生的工作，但得力处不过两三年，甚至只有一年半载。在这期间，一个人从蒙昧到聪明，由不通到精通，关键只在于一两个窍门。当他找到了窍门，一旦豁然贯通，此后如法炮制，正是无往而不利。